今天带你看看东北顶配煎饼果子能有多大一个。提给我来个顶配的煎饼果子。这个挺大，我跟你说。放一根大果子，把炒好的配菜全都放进去，原地转个圈，一整份的火鸡面没放，还有薄脆。啊，都吃。撒上洋葱和姜菜，大功告成。一个都有二，你见过这么大的煎饼果子吗？闻着老香了。你这个画面太惨了，跟狗咬的，瞅香吧。你镜头两条嘞，没多见，见到见买啊，见到见买。在江南西的巷口有一家野生路边摊。哇，一出这个巷口就能闻到一股很浓的香味。乳鸽打好出锅的一瞬间，那香味隔老远就能闻到。乳鸽基本都是现点现炸，听到这声铃就表示要出锅。哇哇哇，这色泽金黄的乳鸽谁看了不嘴馋啊？恰巧遇上刚出锅的一把。老板，我要一只。啊，小手已经按耐不住自己拿了。哇，这真的超多汁，尤其是那小鸽腿，一把拉开可全是汁水啊！哇，这里面真的巨多汁，先喝掉里面的汁水，再吃肉。我最爱吃的就是这个翅膀，外面这层酥皮真的巨香，又脆又香，里面的肉真的好嫩。路过的朋友真的可以买来尝尝。你好，这个小 Q 包怎么卖呀？一份十五，它有味道选择的吗？有四种，第一种是咸口的小汉堡，里面有培根芝士，然后沙拉酱，然后第二种是抹茶的，然后第三种是草莓的，第四种是巧克力的。哦，哪个卖的比较好呀？哦，第一种就是那个咸口的。对，那我拿咸口的。好干净啊，你们的。因为这才刚出三次，所以东西还没有太混乱。就可能做的比较慢，没事没事。那它这个可以双拼吗？甜口的可以双拼。哦。就是我们刚出摊第四天，自己也有点慢。哦。你们是大学生吗？没有，已经毕业了。草莓的也好漂亮，紫黑色。我第一次吃咸口的这种，就是像鸡蛋仔一样的。嗯。打包还是带走？打包。好，丢一个那个盒子。这个是蜂蜜芥末酱，可以吗？都可以。好，还有什么酱呀？哦，就蜂蜜芥末酱，就准备了这个。哦，谢谢。趁热吃哦，冷了就不好吃了。今天来吃观音桥巷子里清寒藕粉，先来三大勺藕粉，哇哇哇，这丝滑的感简直太爱了！一大勺花生碎，一大勺红豆，一大勺山楂碎，一大勺辣椒粉，各种包爆竹来点，最后来点。小姐姐大概搅了几分钟才搅拌均匀，这一勺全是料，来点芝麻更香，黏糊糊的我好爱，糯糯唧唧的好好吃。